最近啊，有网友发过来了这样一段视频，说是10年后的 MC 迎来了什么史诗级大更新。好家伙，这是谁学会了穿越时空啊？我之前就说过了，像这样高质量的 MC 肯定是拆迁模拟器装的啦。注意看，这个游戏叫 MC， 不过是10年后的 MC。小帅正准备在3个桶中洗澡。你看这个声音啊，它必须是个营销号，好吧？而这个画面也就是拆，不对啊，这个画面好像还真不是拆迁与模拟器，看起来就是原版加了个物理模组而已。你这视频也太假了吧，我也能搞到。就是它怎么这么贵啊？为了给大家展示，我就斥巨资买了，大家就不要白嫖我的视频了，点点关注，点点赞，好吧。首先我们看一下海洋，我的天哪，这个海浪也太真实了吧，不行了，我要晕船了。来看看方块，我去，这怪粒子也太猛了吧！还有这个树，它终于不会产生浮空树了，哈哈！牛顿看了都直接流泪了。MC 终于知道尊重物理了。最后再看一下这个神奇的史莱姆，我的天哪，这个史莱姆的流动效果真实是挺真实的，就是莫名其妙的有点恶心。好吧，再搭一个滑梯，看看能不能留下来。好家伙！幸好史莱姆是绿色的，这要是白的，视频恐怕要发不出来。好了，那么问题来了，有的游戏可以模仿 MC 的玩法，可以模仿 MC 的特性，但是这么真实的物理效果，他们还能模仿出来吗？